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浪。那么这期视频呢，就是给大家带来一期你们所期望的一个新机子卡的 bug 啊。首先我们在这里连任龙凤，他好位啊，因为这个实战嘛，时间有点紧，打开一件军布，一件蹲，这样浮空上去，我们上来在这个边上是不掉血的，无敌。前期无敌发生，后期就看他的火球能不能炸到你了。哎，然后我们下来了，我的妈！反正就是在这上面无敌嘛，你们看到了，也是不掉血的。好，我们第二个是在墓碑这边啊，也是俩人合体，然后卡位，要快一点，因为实战中嘛，僵尸来得快。好，我们上来后呢，打开一件镜，一件镜步就可以了，不用打开一件线蹲。我操！来，我们也是在这里啊。啊！好，我们终于上来了，我天！伤不到我们的，但是不要在这儿，在这一跳他会把你打下去的。我你们也看了，我跳了很多局才炸了。好，我们这里刷点分保一保先，叫你们虐我，叫你们虐我。
这里人类这个僵尸比人类高一点，这人类在这里是看不到你的，但是这里有时候会抓到你的，没前两个安全啊，这里不怎么很安全，但是这里可以藏下的，一般的话幽灵是看不到你的，终结者火球也是抓不到你的。好的，那么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也是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大家喜欢的话别忘了一键三连哦，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